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我们的蜂巢生存。我们今天呢，刚好呢，我们家人就在这个洞窟底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好呢，在这里呢，刚好在烧东西。刚好呢，我呢就在这里，刚好把东西给烧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对，没错，连同我的，这东西怎么拿？No，我是按错，走了，那我们就西家带眷离开这里，我们呢要来去做一把枪，那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小窝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能不能，不对，我按错，完全不会用怎么办？有多余的方块，哪里？谁是多余的方块？绝对不是我。我看看我们的铁锭还是不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是要做一把简单的枪，但是他这边的铁锭要求量比较高，而且目前游戏难度已经来到 4.5 了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个 MP7 啊？ MP7 只需要66个铁锭，对， MP7 好像可以。那我们要不要再下去？因为这个呢，我实际问过了我的小帮手，没错，他恶搞我，对，他在我的那个模组包里面给我多加了一些多余的成分啊，让我们这个生存变得格外的刺激。现在呢，怪物不仅会挖矿，而且还会就是对我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包括伤害量翻倍，还有一些什么会从那个奇怪的地方跳鱼上来，那种奇怪的特征都来自就是非常非常爱我的小帮手。对，谢谢你，小帮手 ，I love you。OK，Thank you。让我们这个模组玩起来哦更加刺激。我们呢，我在想我们这一区的那个什么。我是想要怎么对付他们，我没有远程攻击啊，我就想要多挖一点铁，可是我觉得这一区应该没救了。对，那不如我们就等到白天，我们出去探险，再多挖点铁好了。66个，然后火药的话应该是蛮多，我就58个火药了，所以做子弹应该没问题。对，做子弹一定没问题。来吧，我们收起来，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它变成白天，我们就出门。好，现在小小的一等，我的时间就已经飘走了，我才那么过下个晚上而已，时间就已经来到。就是我的难度已经来到 7.2 了，真是太棒了。配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个什么样的巨大的东西？然后有散发着彩虹方块，它好吸引我哦！天哪，我们去看看好了，我们去看看，这也太也太浮夸了吧？地狱城哦，我来到沙漠，哎呦，不是沙漠那边有一块小沙漠，但应该没什么钱。我们等一下。那是圣诞老公公吗？不是，那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要小心点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东西都怪怪的，包括长得很奇怪的东西，我自己都要注意一下。你看，这是鸡，哦不，这是什么鸟？鹅，还有什么鸭吧，然后发出鸡的声音，你看，怪怪的，有没有？这世界都充满古怪，我们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你们还有我。OK， 走，那个东西是安全的吗？我记得我曾经好像有逛到一棵树，然后它会连根拔起，然后长出脚来追杀我，那个我已经印象深刻了，我都快被他吓死了。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好酷哦！这到底是什么？什么火之花之类的吧？有没有铁啊？有没有铁？这附近一定有铁吧？这面墙这么大，我有45个石头，我有机会吗？我垫得到吗？垫垫看喽。19 8 7 6 5 4 3 2 1。差一点，我还可以垫什么？我还可以垫这些。天哪，不是啊，不够啊，哭啊！啊，乖乖挖一点石头不就好了 ？OK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哦，我都忘了这世界上有陨石。哦，可不可以每次开拍前提醒我一下？吓死谁？这是什么？那个看起来超伟的啦，我应该碰它吗？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吗？这可以挖吗？啊！我把它整片挖下来了。它叫什么？彩虹灯。哎呀，看起来像是 BOSS 欸，我会不会死掉啊？我看一下，如果我要跳的话，我要怎么跳比较安全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是怪物吧？好耳。不是，他的血量有100多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他的血量有100多，我只是碰一下我就死掉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东西好像有点太多了。等一下了，我要怎么拿了？我想拿不行了，我来不及哦。这东西好怪哦，走开了，而且那不能击退，不行了，等一下了。
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又有流星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先走了。嘿，嘘 ，OK， 快速离开，他应该不会跟着我。走，我们去找铁锭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痛。谢谢你，铁匠叔。哦，这什么？哈，快起呀、啊！我绝对不要挖开地板。又想要骑鹦鹉来射我啊！我就知道你想干嘛。哈，跑酷失败，我不会跑酷。我现在骷髅的难度是已经强到一箭就可以把我射死，直接穿心。我听到他在受伤哎、欸，超多骷髅的声音了、啊，咔啦咔啦响的、欸。我们不管他，我们找好自己的东西，尽量远离他们。怎么了？家族暴乱，一声咔啦咔啦响之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了。怎么增家族遗产啊？这么刺激 ？OK， 哦，一大块铁，好快乐。耶、yeah ，然后丢进去。OK， 坐等烧铁。我们来做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把枪吧 ，MP7。我觉得 MP7 可以，66个铁。然后要怎么放啊 ？Building OK 有了，我一把啊，喷漆啊没有颜色。然后 MP7 吃的子弹是919的，有了，需要铁力跟火药。可是没有弹夹吗？它有弹夹吗？它可以做弹夹吗？它可以扩容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哦，我怎么装子弹？第一次拿枪，不会用。哦，有了。哦，按 G。那个什么？那个安全锁，安全锁。有没有反应？哎，有了。好，我要试试看，因为我现在其实就是只是躲在啊，我的那个铁镐坏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正合我意，来吧，先挖一个小洞。哎呀，是你们呐、啊！哎呀，垃圾游戏。